来了来了，没什么吹。妈的，被他吹了好几次了，磨磨唧唧的。你不冷吗？我不再靠近一点吗？靠近一点。不好吧？哎，小田，你怎么退车了呀？车到半路没电了。你看你老公连个车都没有，这么冷的天还亲自过来。干嘛呀？你看，你看，说他两句又不高兴了。你能不能顾虑一下他的感受？每次回家都说三道四。我既然选择嫁给他，大口罩内我都心甘情愿。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杨哥，等我一下。不要跟着我，烦不烦的？哎，兄弟，是不是想玩车啊？我只是看看。当你面带一切肺腑之言，耗尽余生卑微换你拥抱取暖，却换来了再也不见。佳姐就是那样的人，你跟她生什么气嘛？我不是在生他的气，我在生我自己的气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行了，你有这份心我就知足了。等我挣到钱了，我一定给你买一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回家吧。这么冷的天，你追着我跑出来。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。老婆，你喜欢男生啊？喜欢吗？喜欢咱们就买。这么贵，便宜给你一块八，要不要？一块六给你，要不要？全要了，装起来。好好好。杨哥，我不要了。我给你买了套衣服，你看一下合不合身。我也给你买了一套。不是说了还有衣服穿吗？又多少钱？有没有衣服我还不知道啊。儿子，过来了。是不是家里有事坐不住啊？一有空就往外跑。没有，我今天小熊过生日，叫我去帮忙搞一下菜。平时在家没见你做一道菜，别人叫你做，你倒是积极了。先跟我去挖田，我好做菜。为了今天去吗？明天去不行了。话怎么那么多？我就问你，去还是不去？
怎么啦？不大呢，反正有点晕晕的。那算了，你还是别去了，我自己去吧。没事的，老婆，我再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可以一起去。休息了，你还是在家休息吧。好。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在这里？韩国你来了。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把菜洗一下，我再去买点肉回来。妈的，现在人多不够。我靠。要不然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他更要永远的依靠，给他吧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让大家好好休息，又不知道跑哪去了，真是的。啊，我老公有没有上你家呀？啊，在早上我叫他帮忙，现在他还没来。那他去哪了？月份也拿不到。难过，他难过，到处找你。这婆娘真的是去哪里都要找，真是烦死了。找我干嘛？找你是为了给这个看他挺干净的。行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梁嫂？这是我给他买的感冒药，等下你拿给他。等下小感冒变严重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哦，好。那人呢？跟谁去了？是谁呀？小感冒而已啦，运动一下就好了。我在家担心你一个人挖不完，我才来的。行，那你帮我把它挖完啦。好的，老婆。啊，这你老婆来了，还不赶紧跑？切，吓唬谁呢？我来钓鱼早就跟我老婆打过招呼了，谁像你呀、啊？出来钓个鱼还偷偷摸摸的。生怕被老婆发现，我就搞不懂了。钓鱼是一件放松心情的运动，又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，你老婆怎么就这么反对你钓鱼呢？谁知道啊！给我准备啊，阿珍，让我试两杆呗。想耍两杆呢？是啊。行，来吧。赶快送鱼了，抽啊抽啊！哎呀，你会不会呀、啊？抽慢了。我再试两杆，阿珍。哎呀，你会不会呀、啊？不会就让我来。再让我钓两杆，等下绝对能钓得上来。这是一首简单的歌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没有什么。怎么回来这么晚呢、啊？哦，我在村口看他们老人家下棋，所以回来晚了。老婆，你手机呢？要我手机干嘛呀？我给你抢那个，你用这个网上视频的给我。现在年底了，我想给我们的粉丝来波福利，支持一下咱们的国产手机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，我的 OPPO 官方手机到了1000台全新的 OPPO K7X 手机给到大家，性能强，拍照效果好，内存大，手机质感也很棒。还额外给到你们优先抢的机会，抢到的几率更大。哪里抢到的呀？还有这么好的事？就在我们评论区置顶就能抢，快去试试吧。行，等一下我去试试。晚上我想吃鱼，等一下你去弄两天回来。想吃鱼呀、啊？鱼嘛，那只有椰子和鱼才好吃，市场上是没有的，那只能去钓了。行吧，那你就去钓吧。真的吗？那我去了。这个不上镜的东西又在钓鱼。像云在天空中奔跑，夜晚的表妹，你就不能管我阿良啊？他又去钓鱼了。没事的，表姐，是我让他去的。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他钓鱼的吗？怎么现在还叫他去钓了？以前他是什么事都不做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去钓鱼，而现在不一样了，每天还会出去找点事做，回到家的时候还会帮我干点农活，不忙的时候去钓也没事的。放心了，表姐，我有分寸的。好吧，那你有分寸就行，那我先走了。
老婆吃鱼啊。你不是要吃鱼吗？怎么不吃啊？我要不说我喜欢吃鱼，你哪来的借口去钓鱼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，老婆你有心了。行了，赶紧吃你的鱼吧。